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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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爆！台北很冷吗？我们北部还好。哦，好，淡水很冷啊。台北不会啊，因为我不在台北。我不在台北。难难难难，冷难难受。抽，口令，开台。开台先抽奖，真的蛮冷的。哎呀，我这边看，只要抽奖人数到87个人就停了。87个人吗？抽87块钱5个人哈。哎，84个人的85 86 87号暂停。好，恭喜一下这五位没中户。林他飘飘啊，他飘风风，串烧逆酒2587肉松，哎、欸，对耶，87秒抽，87个人抽中2587送了87块，嗯，赞。到底多八七呀、啊？嘿，最八七的那种，人生第一次中奖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今天营业没开。没开，我今天休息。今天休息，大家是不是听到我的声音？真假的？会回应啊？没有啦。他说我说参与啦。我有参与，但是我没开台。啊！感谢牛排，感谢牛排。开学大爆炸。安安。叮。哎，悠悠，我好像看过你耶。我的一个昨天的心肝碟，总觉得你怎么样呢？变熟啊！这边很多名字都很眼熟。小雨家的剪刀我忘记，哇，你带走了。好，先回去。食品发电机改成了渔业发电机了啊！私底下已经改渔业发电了。第一次看台是全全是啊，好好好好，是是是，我第一次开台，你好你好，今天第一次吗？对，今天第一次开台，对，还好进来听到月月的声音，不然想说萌月怎么没开台？对啊，萌月怎么今天没开台啊？是不是不是？我说我觉得你很眼熟，照片很眼熟，今天是有谁呀、啊？萌萌月没开台，不是我要亏你，是你真的长得跟我堂姐很像，堂姐吗？对，一个你知道有一个，我有个朋友就我都说他像我姑姑，然后现在的绰号就多了一个姑姑，你知道？不知道、啊。咦，这是刚做好的，真的了。要打工，很久没看台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真的，要打工，要顾学业，辛苦辛苦。然后等一下突然说没有啊，我没有在读书啊。然后说别人在打工辛苦。别人辛苦了，别人辛苦了。哦、我想把我的那个厨用发电机改掉了。发为什么？那很好用哎、欸。好用是好用，可是电给的很少，还是因为我供电量太大，我需电量太大了。哦，那不然你可以改这个啊，还有这个。不然我觉得那个可以，应该可以改苹果，也可以拿去做生殖油发电吧，还是什么？苹果吗？你早上苹果还可以用什么发电？好不好？其他的就很大量，就要转一下，打成汁啊，再去转还是什么，再去弄，搞不好就很多了。嗯，有道理。剪头盘的感觉很帅，没有，我一直都很帅。剪头发变得更帅。我堂弟没有烦心，哎、欸，不好说哦。那时候我堂姐是过很久才知道烦心是这个人。不然怎么找不到哈记人啊？
我在那个啊小柯那边挖矿世界，对，挖矿世界，你就直接在家里盖一个挖矿世界的门就好啦。人家盖好了，当然去人家家里的、啊。哎呦，应该可以升级储用发电机，有吗？查查。预约的粉丝都来了，这那不赶快去追一波？哎呀，我这边粉丝到时候也记得去影院那边追一下啊。啊，有追的话，跟你讲，那个抽奖的几率有可能会增加两倍哦。储用发电机升级彩虹发电机啊？哎，对，忘掉了。安安安安，今天更帅了哈、哦，很会讲话哈、哦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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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，那你今天怎么样？我有去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们唯独不会见面，我们只有在吃奶奶的寿宴会。吃奶奶。吃奶奶，吃奶奶的时候会见面，听起来有点可怕。哎、欸，我听到那个有那个使用的声音哦，会是一个那个用的那个声音，它在嘶，看不到面具啊、哦？没面具没有啊？嗯？你在哪里啊？还是你要到那边换才会看得到啊？有啊，我在他旁边换啊。嗯，这样子嘞？没有。你在哪里啊？你先拿个东西让我知道你真的哪吗？哦，好，看到了。嗯，没看到东西吗 ？No， 空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。哎、你隐形一下。滑水一过去会看到繁星名字，哎、欸，其实看得到人哦，就是你看不到面具吗？对，看不到面具啊，你有戴面具啊？有啊，没有，没有面具。有看到帅气的我的脸吗？啊、有，很帅气，可是没有面具。Why? 还是其实你是团，你戴团星的面具？啊，算了，拜，失败。阿纪的脸好好笑，哎、欸，你放尊重哦，放尊重哦，放尊重哦。我知道是不是看到哦，好帅哦，他就面带微笑，所以觉得好好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但那我可以接受。哪个谁那么无聊，把我那个所有的告示牌全部展示框全部转一圈啊？End IO， 可是我就是不懂啊！哎呦，你看啊，这些又喷出来了，气死！韩青是不是忘记把时装打开？有啊，我有开啊，应该是有啦。安安 ，Hello，Hello，Hi。可是刚刚隐约看到正常啊。对啊，我看得到啊。我是没看到啦，观众也没看到。安南安南啊，我知道你那些石头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啦。为什么？还记得那个虚空漏头的 bug 吗？会乱喷。我不知道。啊，乱喷嘿。对，它会乱喷，所以可能就是一堆东西被喷出去。像我在我的地表又捡到了两组我的地狱石。哦，有可能。对啊。因为我的地狱石，你知道我。打完了，不见了，都不见了。对啊，空了。影月有开打吗？没有，没有哦，今天没有哦。今天休息。我是影月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影月。影月是我。我是影月，影月是我。Welcome to 影月 Channel。现在与你说话的是影月月月。月月。太混太多人的东西了吧？这个也混太多了哦。来猜看看，刚刚到底混了几个人的开场白呢？充电桩，对，我现在已经是充电桩了。
这样比较帅。哦，对啊，我现在想要先想办法把我的电升上去，把电升上去。帅。不然厨用有比较好吗？影月为什么没开台？累了啦。累了哦。再休息一下嘛，你们都可以过放假，我们都没放假。过年前开到昨天哦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再休息一下嘛。因为你离开了唱歌亭子，人又回来又立刻启动，所以会乱喷。看这边上面也有。感谢牛排，感谢牛排。酱。我的厨用发电机已经消耗我 GP 快50了、欸，用太多了。哎、哦欸，那个 ban 掉，拜托，那个直接砍下去了，不尊重我朋友的人。干嘛？狂推西瓜，他不尊重我朋友，我生气了。哦，哎，这个不尊重我朋友的。感谢杰克，你还不进来讲话，你还没故意丢礼物，欠骂。感谢杰克，你还不进来。哦，他 ID 好长哦。感谢杰克，你还不进来。感谢你还不进来。在那边丢礼物，还不进来，干什么东西？看看哦。好啦，今天主要是要整地啊。然后哈，你看看你那个，嘿，可不可以那个发电冰雹？好啊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？刚刚说时装有没有隐藏？可是隐藏没有。嗯，丢礼物被骂。金刚刚，感谢无名，感谢杰克，感谢杰克，不进来。感谢杰克还不进来，那我要把农莱夫改成繁星还不进来。观众最快，对厨用是过渡期在用的吧？工业发酵，异魂，才是电力不够啊，资金。苹果汁哦，离心机做苹果汁，苹果汁可以发电吗？现在大家都以发电为前提来考量啊。那个 Tina 不是我们认识的 Tina 哦，嗯，另外一位 Tina。感谢牛排。苹果汁可以干嘛、啊？刚开学就考试，这很正常吗？正常 啊， 啊，开学就是要考你在寒假的时候有没有好好读书啊？啊，这才会叫你念那个啊，寒假辅导啊。感谢悠悠牛排，你也要骂你是？然后做新的做什么牛排？干嘛这么 N 是谁啊？这么谦嘛 N 没有吧？今天应该我耳机没电，所以今天没戴耳机，忘记充电了。呵呵，那哪？今天应该没有吧？我改一下，想要改一下。改造一下，要像之前影片讲的，先把这边的树都砍了，把地整平。啊，动工。
等一下，我要把好。可以说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翘班了。休息休息。今天改造。那我问你，你的蛋白质产量大还是那个中那什么太阳能产量大？蛋白质没有，它产的东西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哦。一个是 RF， 一个是 EU， 不一样。哦。嗯，两种不一样的电都需要。我在找猫那个转换器，就是之前我玩过一个，是它可以转换不同模组的那个 RF 可以转成 EU 还是转什么的那个，这个包模组包里面有没有？要看看，可以直接走上一颗，不用啊，我的鞋子那个啊，那个什么活塞就可以往上走一个啦。这本书啊，然后再扩大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扩。感谢牛排，感谢小心牛排。可以找找微猫卡安呢？看，可以弄出。好久不见，威灵顿牛肉那是啥、啊？里面有谁哦？啊，就杰克不进来讲话啊。就目前是我哈基音乐啊。嗯。然后通话有小柯，可是应该也不会讲话。就你先加个挂号杰克这样子。挂号杰克。啊。好，拜拜哦。欸，那位汉君临，你以后讲话放尊重哦，不然以后只要看到你我就 ban 了你哦。因为你其实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侮辱哈基，我很不爽哦。讲话小心一点哦。家有名有姓，一直叫西瓜西瓜，他会很生气，他又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到底是生气还是难过？等一下西瓜子吐你哦。吐在你嘴巴里面了，欸，我忘记砍下直接变烧好的是什么。砍下直接烧好，对啊。你说砍下直接变木炭吗？对啊。有一个自动烧制的那一个，对，我在找啊，这里好了，这里破这里，啊，那这里补回去，我把那补掉。哦，找到了烈焰木，炙热，找到。妈塞，是妈塞，我等你。就忘记烈焰木怎么弄了啊！消失的记忆回不来了。到岩浆吗？开到几点？好啊，关台喽！关台喽！为什么大家喜欢问这个东西啊？他们讲确保一下我们能看到几点的，像我就把它打在右下角啊，如果还在问的话，嘿，我会说在右边那个白色的字，欸，黄色的字仔细看一下。真的是不太懂为什么每一次开台都会有人问，欸，开到几点这样，啊，看就对了。这么希望我们关台吗？那就现在关吧，看就对，不要问那么多，看就对了。欢迎过来这里，感谢超级留言。不然其实你们如果真的，我们会，我之前遇过就是还蛮会回答，比较
有礼貌一点的，例如说，比如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第一次来，嗯，然后喜欢你的海，想问一下你们平常都开到几点玩？晚上开到几点？你可以哦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回答，一定哦，很有礼貌，有没有？啊，可以问个刚来，请问今天开到几点？影月有开台吗？嗯，好哇，为什么不找影月玩的不对？好哇，我跟影月吵架。对呀，刚刚吃饭的时候吵一波了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拿西瓜子吐他。不要。不要吧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是因为我把挂机房改到下面，比较宽跟高一点的，变得比较刺。第一次来，请问台主怎么帅？哦，那个，嗯，嘿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嗯。哦，你以后多看，你可能会知道哦。我都用西瓜子保养我的喉咙，好可怕！你怎么用这个保养喉咙啊？我觉得母汤哦。你们怎么这样保养喉咙的？我是第一次听说啦。他们听不懂是还好哦，听懂就不好喽。真的希望我们关台就不会用这种啊！别给我钱，叫我关台，好，我关。哇，打掉了，刚到一半的。你要扩领地，我家领地要扩大一点。我在整地啊，豆豆还在吗？不在了，在了。现在还在的话，豆豆应该是不会好了。啊？你怎么跟他分了？因为我跟他吵架。你怎么到处跟人家吵架？因为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所以就吵架了。哦，啊，这样可惜耶。不会啦，不会可惜啦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啊，不要啦，新的豆豆不要，就也不要过来。新的大发财。我现在不缺活化，随便了，把这配方改一下。大板哦。你不留一只可以用活化水晶碎片，说不定哪天又需要了。我有很多活化水晶碎片啊，就留一只嘛。有啊，它被封印在树上了，那个要抬头的斧头，锤子。好好好，感谢偷渡礼物，小雨的棒儿，棒哦，是龙岩木吗？哟。豆八点档怎么了？哦，还要立艳粉，好好好。我豆八点档，不知道他们说可能看我豆豆像在看八点档吧。豆豆长得像八点档？也不知道怎么长的，怎么可以长得像八点档？不要问，我会怕。怎么这锤子还在这里啊？啊！我瞎了，我又亮了，我要瞎了啊！你到底是瞎了还是亮了？算了，还是戴旧的头盔好了。这个真的是实在是有够气死人的。
的夜视效果，如果太亮会瞎掉，就烂透了。哦，你看，要做给我木炭，棒。要整理，明天再研究。错工具了，我用错工具了。这样啊，好啊。我这里好多橡胶木哦，现在树砍砍才发现怎么这么多棵啊？橡胶木可以，哦对啊，可以拿过来丢我这边。你说直接砍下来就可以了吗？原木，对，我原木。我刚刚现在整地砍砍才发现，哎，好几颗哎，现在我就看到三颗了。哦，哦，那里还有个大颗的，这个应该也是吧。我也太难砍了吧，断。对啊，不用棒棒糖。对哦，对哦，对哦，棒棒糖，对哦，棒棒糖，对哦，棒棒糖。什么棒棒糖？棒棒糖，棒棒糖啊！你不知道棒棒糖吗？不知道。就有一个棒棒糖啊，建筑棒棒啊。哦，建筑棒，很好用哎，棒棒糖。超级神木鼠苗，你是说种一个很像是类似20×20的一个树吗？哎、欸、啊，如果拿这个砍橡胶木会变木炭吗？你说燃烧过后吗？哦，不会。那也太方便了吧。对啊，直接给我橡胶，棒啊，棒哦，棒哦，棒儿。哦，哎呦哎呦，不是啦不是啦，这啊好啦，起啦。感谢牛排，不一定看他最后玩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看主揪都是当天，可能六七点的揪这样子，有揪就有，没有揪就没有。揪，没人就揪，魔人揪揪，啊。哦哦，你这个叫声，耶！欢呼耶！耶！所以怎么了？好事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了什么事？谁出来了？你出生了？谁出事了？哇！是你的小孩吗？什么小孩？出事了啊！哦，不是啊，就不是的。到底是谁啦？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
所以到底谁出事啊？我电阻棒棒不小心把我的天花板下降了一层。哎呀，那就再上升一层啦、啊。然后他要砍掉了吧？全部砍掉。他自己慢慢挖。气 ，QQ，QQ， 哦。